兄弟们，你们看我今天又赚到哪位大手子了？极品 ID 温是温柔的温，激动得我赶紧打开了录屏，而且我的好兄弟进泉跟我说，这位单子 ID 温单排数据20多 KD， 对他20多 K 呢，贼牛逼。吓得我赶紧出去看了看他的数据，我去，他都已经无敌战神了，还拥有老款101，他的淘汰分拉排名分快整整2000分了，他现在的 KD 已经掉到了 18KD， 这绝对是一位大猛男呐、啊！然而我的好兄弟进拳却被他打得直接懵逼了。哇，他还在飘血，看到没？那我们直接停到这左边，直接夹着他打，那不就是很舒服吗？下次直接给他秒掉。哇，这什么秒神速度啊！对不起哥，我不该惹你。快封烟，快封烟，快封烟，拿几个回血，我去你的！什么？这娘我怎么玩嘛？你全速像个银鸡一样被人家清了。哎、啊，不管他有没有问题，但这一波属实给我打懵了。看到我的好兄弟进拳被打成这样，我这把不吃鸡的要为他报仇雪恨，翘点直接去创业园收点提成。我这刚一开伞，我就看到我身后这位极品 ID 温，必须给他整死了。找车转移来到主楼，必须先去二楼拿榴弹炮。听到外面有辆兰博基尼，肯定是他。必须压过去，可惜还是来晚了，还是让他进去了。不对，露出犄角是蓝色的犄角，不是单子 ID， 正准备卡他一手，楼上的就跳下来了。我去，我真服了这个七六好马呀 ，JK， 后面的又来了。哎呦，这一波被夹在中间打得真难受啊！还好这个不是极品 ID 温，不然真的脸丢大了呀！中完玫瑰只能老老实实的去发育了。可我刚准备飞下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淘汰信息，极品 ID 温也被别人打出创业园了。难道这是罐子的安排吗？刚一落地，我的老家警察局就被别人占领了，不能惯着他，直接怼。一顿输出，但我是真服了这个小卡拉咪，趁我在打坤坤的时候跑到楼顶上去了。正当我想躲在角落里吃快餐的时候，我就听到隔壁房间传来了脚步，放大一看，正是那位单子 ID， 他也来到了这里，可是根本没有机会靠近他呀，只能老老实实的待着了。这时候又来了一个开着球过来的小卡拉咪，不是我现在老家这么受欢迎的吗？这个单子 ID 温也在打，那都被取咯，这个人头必须是我的，给我坐下吧小卡拉咪，这个单子 ID 温肯定脑溢血都要放了，快来珍惜我好吗？我刚说完他就放了一个闪包，我原本以为他只是想飞走然后找车转移的，刚飞走没多久，我就听到楼顶有落闪的声音。看淘汰信息，这是极品 ID 温，他飞下来直接把楼顶的小黑子给带走了，赶紧拔雷。哦不对，我没有雷，先打一波停天枪压制一下，不要慌不要慌，先慢慢晃晃晃晃晃晃晃子弹，直接拔雷。不对，他下来了，接打。兄弟们，侥幸击杀极品 ID 温，成功为我的好兄弟进拳报仇雪恨啦！今天我为你报仇了！嘿嘿嘿嘿嘿嘿嘿打掉极品 ID， 这下我终于可以吃快餐庆祝一下了。24岁帕拉梅拉，我23岁718，我28岁法以卖车一押，老婆孩子在丈母娘家。早上脸不洗牙不刷，事业有成，工资1800。晚上回到家饿了喊我妈。除了这些我还会阿巴阿巴。我2岁半带2勾8一起阿巴阿巴，根本不带啦。快看兄弟们，还真来了一个勾巴，他居然还下车直接带走。不对呀，刚刚看他那个位置应该是看到人了，等我来到楼顶我才看到有个勾巴在那里爬呀爬爬呀爬直接带走成为埋汰王。这手圈开始刷了，正准备开车进圈，又来了一辆蹦蹦，他居然还想舔包，直接一颗雷塞你坤巴里，我去你的。我丢，这都没炸掉，再丢颗蓝烧瓶。哎呀，你居然还想跑，我一个跳枪啊。兄弟们，这一波我真的洗不清了。兄弟们也不对呀、啊、他应该是被我炸残了，然后我的一枪就把他带走了。舔完包包以后直接开车进圈，来到决赛圈拿捏了单子 ID 温以后，我根本就没有心情打了，这决赛圈打的根本就没有意思。这时候场上还有8个人，听到隔壁小黑子想开车逃跑，我会给你机会吗？3倍 M 是直接爆头带走，带走以后直接提前封好烟，开车再过去。下车的同时继续给附近封颗烟，因为我这个烟没有封好，所以舔不到包包，再封颗烟，再往圈里封颗烟。不管是什么局，这些小细节一定要处理好。兄弟们，这波细节你们学到了吗？啊，我学到了，我学到了。这颗烟没有扔好，继续封烟。哎，这颗烟就封得刚刚好，刚刚好，刚好在圈。现在场上还有3个人，看到前面有一个直接打。哎呀，差2枪，就差2枪。仔细听，左边也开枪了，换好子弹，直接打。带走，立马看最后一个。他出来了，直接打。我是真的服了，又打中2枪，直接拔雷，这颗雷是决定胜负的一颗雷，我直接塞你框巴里，再给他丢个蓝烧瓶，直接吃鸡。不是，为什么他的雷这么快呀？他居然不打药，直接
塞往坤巴里了。